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宝网经，悉尽三藏诸法护意。闻如是。一时，佛游维耶离猕猴江水边蛟路精舍，与大比丘众聚，比丘六万皆阿罗汉，菩萨三十亿悉一生补处慈氏菩萨等，二生补处，三生补处，四生、五生、十生补处，十八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补处，五十生、百生补处，举要言之，上至千生而补佛处，有九十亿诸天之众，欲行天人，色行天子，四天王天，地势梵天王，虚身天子，月光天子，日光天子，圣婴天子，坐月天子，此诸天子集于天人九十九亿，无劳龙王，梭羯龙王，河轮龙王，摩奈斯龙王，难头河难齐龙王，文陵龙王，大月龙王，燕居阿须伦王，与诸阿须伦民皆来集会，起手佛足分布而坐。尔时，维耶离大城中狮子将军有子号无量力，时无量力有童子人贤，号曰宝网，曾以供养不可称计百千诸佛，为无量世之大庭辽直持法教。觉年八岁，时事寝寐，于梦中见兜率天人从天宫下宣扬其音，而叹颂曰：佛身现在导众生，其光照耀三千界，颜容殊特旷无厌，体色紫金百福慧，若千月光加艺术，不比精明胜智容，其殿现光具该数，令思月宫遍东方，南方如是西亦然，造宫北方为若兹，如是诸殿照巨异，其数各如江河沙，无比是护诸毛孔，所眼光明耀微微，能人一一诸相好，所出辉耀照无量，一一导师所奋威，以用开化诸众生，游赴月于江沙数，普能现说三十六。于是童子宝网于夜梦觉起白其父，夜诸天人下兜数宫，以祭相与而歌颂曰：赞佛功德今欲求索，原见自归如来至真。童子宝网因时以颂而赞叹曰：开悟众生善导师，无念是父
智广大。大人当知供养佛，导师兴事甚稀有，如灵瑞花难可遇，其色黄黄软微妙，香气流布无耗损，如是尊花难得之。我身今日起于大人，愿以相师欢喜之心，其从事护光明之教，常当奉敬献真谛会，其无量力怀欢悦心，寻时即告离车童子，师子将军供养大圣，童子我往唯从命耳。若种六义修精进业，供养导师于是师子，殷勤自归，最上尊事，皆随天地，其言有谦，又梵天王尊位自在，其导师者天魔之子，与诸天子挪树异树，一切皆要由维耶离床榻具足，满溢千数，紫磨金色，像明月珠，七宝教成，亦甚巍巍，一一分布，其数一千，床西如是，布在右面，智立床幡，常为欢乐，一一床座具足微妙，其床超绝，有一殊胜，诸床幡者各在左右，余格如是，众好最盛，明月珠宝灼然周遍，一一宝珠其价亦数，而以垂教于诸床幡，至数立之，上去甚高，其幡下为紫金蛟龙，其幡如是，不离黄金，诸数皆悉，满一千众，众座安然，罗在后面。其此诸座坚固殊胜，所设安定，犹如门捆，其床榻上宝盖光光，紫磨金色，周匝垂幡，白银琉璃，水晶亦然，砗磲之胎及于玛瑙，阿文珍藏并及珍珠，其赤旃檀若干种宝，一一在前具足百千，蛟龙周匝装饰宝盖，其余地上亦设妙障，以上妙金而合成之，水晶琉璃白银如真，成就砗磲及以玛瑙，在于地上一一施舍，一一宝瓶究竟百千，烧香满中以为供养，奉上导师名称远闻，于维耶离上虚空中，以紫磨金而为宝绳，一一宝绳甚微妙好，连珠宝床其数一千，既比宝英亦该无数，一一紫金以为绳连，若来观者甚以为好，诸国中民维耶离城从下上去四丈九尺，维耶离城皆布衣服，赤旃檀香而用熏之，各遣其衣，珠玑璎珞，紫金杂册有七万亿，麒麟千种皆在左右，炉珠香炉有七万亿，以用供养佛是师子，其大庄严所作如此，童子宝往国中所设，以欣然心，起于父母，我往一佛欲请至圣，寻及时出，于彼城门行到最圣大圣人所，起手足下，自归德海
童子即退，却住一面。于是童子保往，出维耶里大城，行一佛所，恭肃敬意，起手足下，还坐一面。佛知其意，则随时宜，所应当己而为说法，欣然大悦。童子保往，见佛劝住，开化说法，亦已踊跃，即从坐起，偏出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和颜悦色，前白佛言：“为世尊，垂悯明日受请，给予圣众。佛已受请，默然不应许可童子。”于是佛悯哀宝往，宝往见佛默然，便从坐起，绕佛三匝，坐礼而去。童子宝往与天地士梵祭天王，虚身天子，入维耶离城，施甘味馔，奉若干品种种美食，及于夜时伴诸坐具，庄严教室维耶离城，悬诸床幡，散花烧香，所设已办，往一佛所，起手足下，却住一面，插手白佛，大圣见悯，时至时办，从尊所宜。时佛明旦，着衣持钵，与无数百千圣众，上虚空中去地四丈九尺，神足惊行，欲得潜入维耶离城，誓欲入城。如来应时，六反震动，三千大千诸佛世界，显现十八无数亿该百千众变道维耶离，使无央数亿百千该诸天悉来，玉珠天花，青莲朱红黄白众花，诸天意花，蜜香墨香杂香捣香，其明月珠杂紫摩金，众珍奇异七宝天花，奉散佛上，同音歌颂。古无央数亿百千该祭月月佛，空中雷音彻闻十方，玉天旃檀众宝璎珞，教室上下，盲者得目，聋者得听，哑者能言，病者得愈，跛者能行，狂者得正，乱者得定，驴者得身，其被毒者毒皆消歇，空喉乐器不鼓自鸣，妇女珠环相称灵灵，飞鸟禽兽相和悲鸣，众人即观莫不喜惊。于是世尊是已入城，诸天于上下诸宝盖直在虚空，佛即往道，童子宝往家前坐其舍，与四部众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侍女悉在其中次第而坐。童子宝往见佛弟子所坐已定，手自斟酌百种饮食，若干种味，斟意摇转，供养世尊，给予圣众，四部弟子等无差特。饮食毕，其行澡水净，取三法衣，其价无数亿百千该，供上大圣、比丘、比丘尼，亦复具得三品法衣，其价施佛等无差特，各个赐仪，清信士、清信女，依具体衣所以者何？皆是世尊圣恩所化，故使其然。
童子宝网供养佛境，别自歇机安身以憩，更取独坐于佛前，却坐一面白佛言：欲有所问，若见听者，乃敢自陈。佛告宝网：在所欲问，诸有疑者，如来至真，当解结网，令心坦然。童子问佛：唯然大圣，岂有诸佛往世修行所愿，何成现在者乎？学菩萨道，诸足性子、足性女，学菩萨圣，得闻其名，心中开解而不怀疑，成不退转，当得无上正真道也。姿体端正，颜色无比，财富无穷，戒不缺漏，智慧具足，心识宿命，不怀贪嫉，无所妄想，所在之处常以和安，与诸菩萨以为眷属，离于一切诸声闻众，便得起受所说功勋，不可称计一百千该，诸佛正觉之所亲爱，饱满众生，久远积虚，惊动诸魔闲来自归，修治严净诸佛国度，雪除众生心性异垢，而为般宣清白之法，诸天神明悉共拥护，菩萨大士咸具念之，如来至真之所建立，未曾违远诸佛世尊，而皆背悉诸菩萨恒，而皆具足八万四千诸种事业，众究竟因其生如犯普彻佛界，莫不闻焉，咸受其命。于是佛告童子宝网：善哉善哉，所问辩才甚为微妙，多所忧念，多所安隐，民商诸天及十方人，能知如来如斯亦乎？童子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分别其意。童子宝网与诸大众受教耳听，佛言童子：当知东方去此有佛世界，名曰解君，有足性子、江河沙等，其中沙数若干佛度，从下水积转至上界三十三天，有诸哀臣周遍其中，时有一世夫自然出彼，一一皆属诸世界臣，过月若干亿百千该诸佛刹度，乃着一臣。佛言童子：如是彼类，次如前述，诸佛刹度复着一臣，长远久迥，无限无量，不可称计，虚空不容此诸尘数，稍稍举疑，悉令识尽，与童子意所至如何？宁能有人思维计数称量下算，与彼世夫所疑尘数所着处乎？远近多少？答曰：无能之者，天中之天。假使有人欲分别时，说此譬喻，小了其意，尚不能答，识其譬喻安知数乎？佛与童子：彼时世夫所依诸尘一一着处，是诸佛迹，
下至水祭，上至上界三十三天，满其忠臣国度若干。于是复有第二人出举比一臣，过如前人所记陈述，而月若干不可称载，一百千该诸佛刹度，乃着一臣。佛言：足兴子，以是彼类所过东方长远无际，复取一臣，过如前数复着一臣，以是彼类其人所悦，天所不覆，地不能载，不可计量一百千该诸佛刹度，而乃极至解君世界。彼有佛名宝光月殿，号妙尊音王如来，至真等正觉，名恒成为善事，世间解无上士，道法喻天人师，号佛世尊。于今现在，足姓子及足姓女学菩萨圣，闻彼佛名，不怀犹豫，信佛道言，思可闻名，所生之处为转轮王，若佛兴世，常与相见，读无央数诸佛至真贤供养之，静修梵行，获至神通，进退独步，总持自在，得尽如来读江河沙等平等正觉，弃舍生死，超若干一劫，亦如恒河沙，心常安静，未曾忽妄，恒至无上正真之道，无有尘埃，不尽众尘，犹得自在，身如钩索，住在一处，具足四事，体如紫金，以三十二大人相庄严其身，待八部音生于梵天，弃捐八难，常得娴静。于是世尊观此意义，则说颂曰：其闻世吼名，心不怀狐疑，得信佛法名，则为真众佑，常为转轮王，则直见诸佛，是欲寻供养，无量不可议。恒尊修梵行，神通而独步，直转诸总持，至睹诸佛路，当得尽诸佛，犹如江河沙，超越诸生死，一劫亦若干，以至佛道故，心未曾忽妄，其宣是吼名，为众请宣传，成转轮圣王，立一处自由，至体紫金色，其相三十二，若有闻佛号，声音于梵天，弃捐八难处，五体归礼敬，不障色佛道，未曾怀嗔恨。其闻佛名者，不怀犹豫故。若奉最圣号，宿夜具七日，彼眼至清净，待见无量佛，未舍于肉眼，而普见清净，睹无数诸佛，犹如江河沙。佛告童子：若有菩萨闻彼佛名，即与凡夫殷勤精思，而遥自归贤能供养，
昔闻十方诸佛所说，目皆睹见，千信要之。前世宿命曾所供养无央数佛，是能得闻诸如来名，则皆实念本所游历，未说往事本末名号，至所誓愿，见他众生根源所从来，究竟佛道，心怀悦欲，更如日出，永无尘意所睹极旷。弃除八难斗争之事，其心和雅，常怀娴静。若有笃信于佛道者，和合离别未曾触涕，正识往事犯诸罪信，应在恶趣稍至结束，小欲头痛，重殃消除。火不能灾，风不能重，国主亡者不能加害，闻如来名未曾生盲，目不痛瞎，不聋不哑，闻佛名故不履不跛，诸龙鬼神及阿须伦恶鬼厌鬼人与非人不能犯触，诸魅暴鬼神龙地起莫不爱乐，假使执持诸佛名者，功德如是，不可称计。佛于是而作颂曰：目皆见诸佛，贤能供养之，闻所说折寿，其人千信要，宿命所更历，供养无数佛，是闻彼佛名，一切悉时念，其本之名号为众人说之，复睹他众生能究竟佛道，兴发欢喜心，弃捐诸八难，意去诸正诵，所生常娴静。假使信名者，是护正真主，其心不怀结，血气愧闹事，涉犯无责罪，受殃若干劫，衣食欲头痛，诸信永必除，不为火所灾，在风不见中，彼闻如来名，往不能加害，未曾为生盲，不聋亦不哑，其奉最圣号，手脚不缺减，鬼神见踏河，恶鬼厌恶神，若闻如来称，人独咒不行，诸魅若罗刹，诸天若甘龙，奉此最圣名，皆供爱敬之。佛复告童子：假使有闻彼佛名者，即待三昧绝诸狐疑，不着音响，至无所生，劳寻一千，所以然者，闻佛名故，若知佛名，坦然无疑，则能奉持越无数劫，其余来世信要此法，功德如是。若闻导师灭度后名，善宣法训，直持讲说，若能请怀于人中尊所演经典，修净至尊，备诸佛行，临受终时，其心不乱，寻能睹见，亦该诸佛闻所说法，皆能受持，以自修力开化众生，闻不求短，而悉化之，令助佛道。其人设奉诸佛名者，
唯应供养诸佛大圣，并信无身弘佛之教，常自归命，求得解脱，不去地狱。其信佛会，则归无身。其诽谤者，是魔官属，私在五趣，所由众生。世尊希冀，另立一圣，以一毛孔。如来至真，则能演出江沙光明，度脱众生。佛于是而作颂曰：不宜音声俱，即待得三昧，兴唱一功寻，闻佛名所至，于后末世时，奉持此经道，闻诸世吼鸣，其心不犹豫，灭度诸正觉，若颁宣法教，闻众导师名，奉持能分别，则为具奉行诸佛所言法，能至尊严净，众圣所应疑，临欲受终时，寻见亦该佛，则能皆起受诸佛所说法，以能见利恒，并化益众生，所闻不虚号，普代诸佛道，则为悉奉持一切诸佛教，信无真圣目，亦供养诸佛，归命诸罪圣，永度诸恶趣。其信佛会者，此人从无教，若号佛道法，未随大圣教，设诽谤正法，皆是魔官属。如五趣众生，所有体毛孔，即微如是数，入之一圣道。佛告童子：如来至真，以一毛孔用眼江河沙等光明威神，若有信此，于一世中睹见异数诸佛世尊，若复闻此法王所说，不怀结网，亦当成佛如我今也。若复随顺讲思经典，于最后世悉有信者，如江河沙数世夫世界，如此悉遍照佛度，如是无思议，设能即是一切诸数满中珍宝施于如来，加闻佛名，心怀心欲，当代此会不可思议。烁烁思念诸导师尊，其功德福不可称计，又佛光明照于十方，其身巍巍如宝合成，加闻佛名不怀狐疑，寻时待得无所从生，口气复分名相远闻，宣持佛名其德如是不可称量。佛于是而作颂曰：从一毛孔中视吼圣威神，演出其光明，犹如江河沙，假使有信此，诸佛无量光，一世所绝了，待见亦哉佛。若闻思经者，法王所叹用，行之不怀疑，当代如我今，其有如应时闻说思经者，然后末世时为人分别说，犹如江河沙，赞世夫所游，以一光明耀，照若干佛度，一切皆共济，佛度无思议，满中紫摩金，
亲自奉侍护，若闻诸佛名，心中怀坦然，不如叹佛名，是福最无限。常能烁烁念，至真等正觉，无能叹究畅，记述其功德。其身所眼光，如宝甚煌煌。设闻诸佛名，不造立尘音，待成于法忍，口气香复分，如天旃檀香，西游宣佛名。佛告童子宝网：假使人闻佛身毛孔，所眼光明，其辉远照，开导众生，心中悦欲，在所生处得是诸佛不离在侧。亦如阿难今来是佛，犹如子孙亲离骨肉，奉行佛道以见是名，欢喜无量，所至功课不可称现。见诸佛已具足奉事，祸福如是，孰闻佛名而不敬诚？为魔官属迷惑外道，能不信耳？童子，世见佛寻自归命，是经法者，莫是归之。直在身手，心思口诵，曾见过佛说是尊经义，能殷勤供养者，思经卷归彼人，自然在手。法王所勇所建立誓愿，至诚后世必获。若以一心奉无数佛，不如信此经典之要，福不可量，圣供诸佛。容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功德殊异，财富无数，志意坚强，三十二相庄严吉祥，莫不宣唱。佛于是而作颂曰：佛身诸毛孔，若有人闻者，佛名及名药，能导化众生，世事所生处，常为佛事者，如阿难是无闻法，则受持。为子若亲属，奉修菩萨道，当见世光明，欢喜无有量。得见最胜位，爱敬不可称。具足成事之，常至妙道会。谁闻导师名而不敬诚者？唯有魔官属，外道不笃信。长者子宝网，笃佛寻奉养，然后末世时，经法归彼掌。奉闻佛讲说，分别此尊经，若供养自归，自然归彼手。法王之所说，当受思妙卷，建立思正愿，后世自然获。若一心共事，不可记诸佛，其有信事经，功德过于彼，颜貌常端正，功勋无所谓，财富亦坚强，相好自庄严。佛告童子：若族姓子及族姓女，今闻此经，于后末世得知此法，持佛诵读为人说者，见百千佛所转法轮，先悉供养，然后
末世不宜盗墓，前世所奉无数诸佛，闻诸佛名，笃信名目，护于正法，顺诸佛教，闻其名号，造佛形象，愚痴暗色人，闻世尊名，怀毒诽谤，一百千劫盲明无目，于无数劫斗乱众生，诽谤此经，其罪过彼，以故说是，后世执者无得怀疑，不信佛会，香花杂香勤心供养，奉上衣服，从闻经者功课如是，安隐详叙。宝网童子衣食奉上，如来至真心不离之，灭度之后，诸天神灵住于虚空而御天花，供养闻此经好习爱药者，一心无犹豫。佛于是而作颂曰：若于后末世得闻此经典，受持而讽诵为他人说者，供养百千佛，诸转法轮者，然其后末世不宜佛教故，亡古无数劫奉养诸护士，假使复有人闻此诸佛名，信要顺正法，从诸佛教化，闻思经法者，当作佛形象，愚痴怀暗色，诽谤是佛名，盲明无眼目，一劫获此殃，若往无数劫斗乱别离人，设诽谤此经，其罪过于彼，然后将来世以故说思义，无得怀犹豫，以佛无上慧，名香种种花，杂香好衣服，闻如是经卷，当殷勤供养，安和诸饮食，其童子宝网，柔软妙共具，朔奉上如来，而时诸天人请扬大音声，诸天欲种花，摇散闻此经。佛告童子宝网：此经典者多所安隐，犹如困疾，值得良医，疗治其病，风寒热气无不除愈。菩萨如是，闻彼佛名，殷勤精进，淫怒痴病皆得消尽，使无央数诸天人众来及空中，欲沾檀香，梵天亦述及与童子闻此经名，并如来号，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焉，口所宣说，资皆无上，我等末世当为比丘，至强无畏，当以此经载于郡国，城郭县邑，颁宣思经，当随佛教，假使远在一百千里，当往乞受，不以窘渺而为患难，当请诸天人、龙神、阿须伦、犍闼河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侯乐、人与非人等，为说经义，饱满道法，诸天悦誉，空中散花，其堕如雨，各赞叹言：法王一音普告佛度，
为贤无为，民伤众生，周遍佛度如江河沙，十方亦然。童子宝往赴诸佛国，若见大雄，无有谢倦。世尊故免为分别说，莫疑佛法如来无量，佛眼无限，普施安隐，佛慧无际，达知三世，无所不通，诸法中王，轮世无因，无有煎药，四大亦然，物浊因想色痛痒因想生死因，小了事者知无有药也，其有思维如来所说，即得总持，智不迷荒，诸法本净，空无无我，无所希望，无有愁匹，如来如是。于是而作颂曰：诸天无央数，一千住虚空，而欲沾檀香，一载泛易散。闻此宝往经，赞劝诸如来，心欢喜欣然，口宣无上意。我于后末世为勇猛比丘，亦成郭献义，当为说此经，当地顺佛教，平等觉吉祥，故道易于寻，颁宣是言教，请会诸天人，诸龙真陀罗，诸人及非人，饱满以法师，诸天人欢喜，其心和悦安，于彼遇众花，同音俱咨嗟，普遍诸佛度，法王之境界，是狮子人尊，衣毛光所照，导人兴敏哀，世尊衣出舍，蒙复一佛度，亦如江河沙，十方亦如兹，各照一佛度，大雄即告曰：与童子宝往，原离车国人及六十等旅，于彼世世尊故免而告言：吾得依佛法，如来不可量，吾能现佛言，施安一切合，佛慧无央数，普留于三世，世尊弥不达，皆解诸经典，无因无坚固，人中导所说，四大之所变，无得着音响，当解于色音，痛痒诸想念，生死以众时，无有真要者，则五音如是，顺如如来命，速得代总持，心未曾忽忘，诸法皆本净，虚无无无我，无证无所念，此从如来教。佛告童子：南方去死如前譬喻，过背此数以其诸臣，更复月比72亿8000该，不可计会诸佛刹度计备，复有世界名杂种宝锦，彼有佛名树根花王，现在说法，
若足姓子及足姓女闻彼佛名，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明恒足，为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道法喻天人师佛世尊所演经法，初衷敬善。若足姓子及足姓女闻彼佛名，不怀疑结，信无道言，则于谢世智德具足，代受无法。何谓为无？一曰：尽除无我所生之处，常执佛事。二曰：或极尊是转轮圣王。三曰：代总执法，执欲经典，诚信百千。四曰：成三十二大人之相，至得佛道，众恒备息。五曰：待得五通，无所必爱，是为五。复有五事，待得神通，何谓为五？一曰：彻视见于十方粗细大小，学不学声闻缘觉，上至世尊与众超越。二曰：而能彻听闻万亿地狱恶鬼烧至饥渴畜生之脑，天上世间安隐苦乐，或恶或好，十方诸佛所说经典皆悉闻之。三曰：身能飞行遍诸佛国，如日现水，虽现往来而无周旋。四曰：能知一切众生心念善恶好丑，有智无智，有漏无漏，有心无心，目俗要道，而悉知之。五曰：自知宿命，并见众生无数劫世，古世所生，过去当来，今现在世，迷所不通，悉时念之。佛于是颂曰：其有赞叹，人中大圣，闻不怀疑，常能晓了，此则即惑待至五通，竟是尊经佛所说者，言容端正，体如紫金，当为尊王转轮圣王，身如钩索，则为功德，建立威仪而得自在，祈福兴盛，具足千子，勇猛英雄，犹不无胜，面貌殊妙，相好世姿，彼功德勋如天地王，若为国王，才女满天，身如天金，心性第一，本所游居及当来处，见此王者观之无厌，所可造型不以为患，诸有臣下一切尊豪，来就见者不以谢倦，如是成就第一大德，诸天来归所愿难胜，世间人民及诸龙王贤为众生善立国界，悉能耕立于佛道处，其国最安，风俗平等，当为世间自然之佛，迁至其所，奉敬第一，从始至终道无放逸，何所知者，闻佛之名岂怀狐疑，爱敬所知，于法第一，不其微要，兹是尊经，佛之所说为本前世，从佛受法，极致寂灭，尊修正恒，但有诸佛开导众生，所行渐进，众意备足，
其信要者未是童子，清净尊豪是王才业。童子谦卑成事于佛，闻思明者第一无疑。佛告童子，西方去此过于前喻三倍陈述，复阅比刹十二阿僧祇百千亿该佛度，有世界名胜月名，其佛号造王神通焰花如来至真等正觉，名恒成为善事，世间解无上士，道法欲人天师佛世尊。现在说法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学菩萨圣，闻彼佛名不怀狐疑，笃信于道，自所宣说，所生之处智眼光明，三昧正定，寻父随带十阿僧祇一百千该诸三昧门，入于六十不可计会一百千该诸总持门，如海总持、宝藏总持，然后不施诸定义法，临守中时目见十方各十亿该诸佛正觉，十方诸佛所说法者，皆能起受布施道教，至成佛道，越五百劫生死之难。著于私学如是不久，寻即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最正觉。佛于是颂曰：闻人中尊名，为是护圣名，弃捐诸生死，具足五百劫。临其寿终时，各见百亿佛，则其首归命，资受所闻法，其所听经者，一劫未曾忘。奉修尊妙恒，悉闻如来名，所生百千世，福宝三昧定，兴发一功勋，用闻佛名故，待六十亿定，载数不可计，因奉导师号，奉事供养故，是故诸勇猛尊修佛道恒，化无数千人，建立尊上道，其小了佛道，未曾习尘欲，欲众生所行，未造其名号，其闻此名者，为一切广说，未曾堕八难，亦欲诸贤境，以除诸威恶，佛今所可说，其人常自在，知微妙佛事。童子设十劫，如如来所名，闻其名号者，悉召此众生，即当以此经为他人宣唱，奉正觉若思，是护多所救，其闻思明者，调和而起受，玄为他人说，彼则护佛法，其护佛法者，善宣正道因，以闻此经典，为人剖判故。佛复告童子，北方去此如前譬喻，附加三分，阅彼佛度六十无限亿百千该诸佛净土，其世界名曰觉了宝网，其佛号阅电清净如来至真等正觉，名恒成为善事，世间解无上士，道法欲天人师佛世尊。现在说法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学菩萨圣，闻彼佛名，信要不疑，
敬其道言之所颁宣，所生之处常当待至宝床三昧，关键十方各时江河沙，诸佛国度亦阅若干百千亿该生死之难，历在初学，即待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。若有女人闻彼佛名，不怀狐疑，有信无言，所生之处转女人身，得男子行，劝化无数百千众生，令至无上正真之道，解其音响，得不退转，即成正觉。当为一切讲说经典，令至三圣声闻缘觉菩萨大道。佛于是颂曰：假使得闻两足名，其心越狱不沉因，则能弃捐非法忧，正恒艺术如江沙。得尽诸佛其亦然，奉是供养不可计，于一世中无涯底所可供养及美具，其能奉修尊佛道，其人如是有殊特。若有资阶众圣名，闻之未曾怀犹豫，若有女人得闻此诸佛名号不愁处，则能急转女人身，得为男子光普照，其名便要弥不周，往诣无量诸佛度，皆见世间众所行，然后成佛常无忧。若能得闻诸佛名，其神足力超如是，如来圣众如大龙，何况发意求佛道，奉敬正觉离垢尘，若闻其号速宣传，其名所照于日光，至三昧定善宣唱，若能遵行尊佛道，其得殊意为若此，众生无量不可议，诸圣所劝尊佛道，犹如月殿妙微微，住在虚空眼重要，其能奉持如来号，威德众好亦如是。何所知者闻佛名而怀狐疑犹豫者，若能至诚行此法，殷勤尊修最尊道，常能勤行无上义，其人不至正诵事，以无极行奉圣尊，试闻其名寻归命。佛告童子：下方去此过于前欲九十九倍复阅于彼，如九十九不可计会一百千该诸佛刹度，有世界名尊床君，其佛号善继月音王如来至真等正觉名恒成，为善事世间解无上士道法欲天人师佛世尊，所说经典上中敬善独步三界，救济三世，令至大道无上正真。若足性子及足性女学菩萨圣，闻彼佛名心不怀疑，信我道言之所解说，所生之处得普光三昧，临寿终时具足待见一百千该佛亲住其前，十方各然，十方诸佛未说经典，闻则受持，抱在心怀，未曾忽忘，至成佛道不可计会千倍功勋一百千该，
至不可计无涯底载诸三昧定，不终失定，至成佛道无所避碍，十方诸佛皆共建立，在于心学越九十九亿百千劫生死之难，菩萨极尽无上正真之道，不以结束生死为爱，如日光出天下大明。于是世尊观此意义，即说颂曰：闻有世间尊上号，唯大神仙亦无极，得尽诸佛一百千，当自奉事思殊胜，以能供养诸如来为善导师广开化，普能照耀于三世，然后成佛无忧患。于一世中所成事，如江河沙无数尊，寻至三昧光遍照，然后成佛无忧念，以至学义广无厌，欲诸法王转法轮，建立众生无三恶，灭生死火如水浇，天人之尊为福田，人中法导得殊胜，人民见之怀喜悦，弃捐于斯诸八难，明智代职独贤境，代得人身常聪盛，由无量世乃为佛，若有般宣安住名，造立誓愿若百千，而得闻此是名导，以安何成天觉眼，亦当获至柔顺人，如我定光所得觉，见佛以花散其上，智者得人亦如斯，说超意愿亦佛名，其言光明临受中，闻其名号而不宣，唯有外道虚伪术，以作其人兼道教，假使有闻说思经，亲自所睹如来宣，思党后世能受持，复为他人分别说。佛告童子：上方去世过，如前预备横鞭杀，有世界名善分别，其佛号无数精进，愿守如来至真等正觉，名恒成为善事，世间解无上事，道法欲天人师，佛世尊现在说法，颁宣道教开化十方，六通六度皆使蒙恩，为学菩萨不断佛种，若善男子及善女人学菩萨圣，闻彼佛名不怀结网，信无道言，世世所生未曾懈怠，不曾贪欲，不恋父母，不着妻子兄弟姊妹，不慕亲属中外种姓，不贪亲友交识所知，世世所在身未曾离，三十二相庄严其体，少淫怒痴，身无疾病，不多忧虑，安隐无量，至成佛矣，常代得不可称计一百千该功勋之德。佛于是颂曰：未曾见忧戚父母及亲属，其闻诸佛名不怀疑结故，其是光明耀，今现在上方为神照三界，为众说经法，若能闻名号为他人说者，依三十二相而常庄严身，智慧无损耗，修行菩萨道，
奉敬归诸佛，用宣明所至，所在常奉敬，不可异异佛。其行佛道者，未曾有所着，所获功勋德，称扬不可尽。以闻是名故，能为他人说。然后将来世，若得执此号，无得怀乎疑，佛会无上盖。其见平等觉，供养无央数。然后将来世，世经归身首，宝往得见佛，菩萨无所畏。试闻此经已，未曾怀犹豫，无得一佛道，如来不可现。前世已曾行，修无数亿劫，师以身手足，耳鼻及头目，妻子国亦成，会与不怀恨。然后将来世，得闻此经者，能为他人说，则成最重佑。其欲解了义，诸佛之所行，无得怀嗔因，是护所教诲。是故闻此经，调心习止足，讽诵学思典，硕硕当经行，常讲具经济，满足备三月，准得总持觉，喜直念诸法。于是童子宝往闻佛所宣真谛之意，心怀悦欲，以金缕织成衣，其价无数，奉上如来。如来应时，即如其向三昧正受。佛身一切诸有毛孔，悉眼光明，照于东方不可称计无际世界。其在东方一切佛度，皆悉遥见此佛国度。其彼众会即在道场，亦复皆睹于此佛刹。当尔之时，99亿100千兆载诸四部众，皆个个见诸佛世尊。佛告童子宝往：人今乃见东方巨慈，不可思议，无能称计，无际世界诸佛世尊，浩浩甚多，无以为喻。童子白曰：以戒世尊。佛告童子：譬如3000大千世界诸天人名，一一身号，建立精进，不可计会。其诸佛名，复过于彼，不可称载。或名吉祥，善记亦然；或名悦享，悦殿亦然；或名清净，花光亦然；或有名号，过神通王，如一名号。其若干名，亦各如是。对曰：以见天中之天，东西南北，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。如人今者所见佛数，人者更转轮王若干反数。使童子宝往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焉，实地大动，一切众生皆得安隐。其大光明无所不照，劝发得本，无央数亿百千兆该，诸天之众住虚空中，散花烧香供养如来。示范诸天各个侍从，无数兆载诸天迎从，玉翅旃檀，青莲芙蓉，黄白莲花，或有诸天摇散无数珠宝璎珞，不可计数亿百千该世间人民，自来投身归佛足下，悲喜交集，泪流于面，成佛为神，十念无数亿百千该宿世所耕，遥睹无底兆载神足变化。于是天人叹颂曰：其无央数亿诸天普周遍，柔软
妙花香，下散世光明，一载天地事，千柱虚空中，紫磨金色花，一凤两足尊，一百千梵天，手执赤旃檀，以散光明耀，举声而皆叹。无数诸天乐，在上而自鸣，所言辞尊妙，显离垢光明。诸天散花有百千，住在虚空赞导师。诸花若干天香盖，为人中尊一床幡。各持百千宝璎珞，散明月珠奉叹佛。齐心欢悦共醉尊，圣无等伦威无量。人民具足百千亿，自归最盛不可量。头面着地而自归，时亦该速无以喻。于时是光明，则为叩法鼓，应时告于彼，名闻具意度，无限不可量，亦述人民会。佛则建立之，尊会人中上，上庙坚固宝，旃檀无能胜，自然彼床坐，童子怀踊跃。巍巍微妙宝，宝网即受持，化世无数千，以奉两足尊。一心所思维，其价值千金，光明一百千，所出明月珠。一心悉如是，宝网眼微耀，其名所可照，遍其为耶离。以此奉供养，是护圣明主。宝盖三万六，用上两足尊。若干种宝盖，诸佛身形现，紫磨金色成，团如泥居类。所供上宝盖，周匝垂珍珠，一一起宝盖，二万有五千。如是现世尊，须臾间悉拜，以黄金衣服赐仪诸菩萨，庄严于佛道，具足普周遍。二万五千人，诸亿百千众，众菩萨一党，无能计数者，无央数一该，其载数如是。西从东方来，南方西亦然，北方上下方，四隅亦如是。一切诸世界，目悉遥睹之。是后诸圣主，其色紫磨金，世尊住于彼，煌煌奋光明。诸菩萨等类，各从本度来，童子宝王者，供养此学士。当而集会时，所敬不可抑。世尊劝安住，人上是狮子，与诸天龙神，人民高位者，如今住佛前，依心而奉敬。注释亦如是，共如江河沙。其闻此佛经，童子宝网行，其三昧正定，不退转至佛，所得功德报，不可称限量。持此经典者，福无以为喻。十方诸佛度，尚可知其数，水火及风种，地可尽及之。若持此经者，皆叹说其限，不能尽究福功德之多少。比丘、比丘尼及清信侍女、诸天摩诃勒，闻是经典者，众生悉集会，不能称其德。血脉不损耗，入火火为冷，
七日思维是奉修佛道恒，亦供养菩萨奉经当如是，其欲一毛离直持千世界，情之以手掌一节不舍之。若于后末世以如是相经广为他人说，即成尊觉道，能为他人说，是为未曾有。佛道不可现，譬喻难辨述。然于后末世外道易学人，闻佛师子侯，必当共正诵，其有奉敬佛，是护眼光明，于后将来世闻经甚谦恭。佛告童子，若有佛刹中三品众生，共和同心至于佛会，设复有人供养此等无量数劫，如江河沙，以供上佛一心无二，造立精舍，即令广大如大千界，以天旃檀而合成之，以精舍离兴造讲堂，既有艺术，一一讲堂施一千榻，一一床上重布好衣柔软，百亿紫磨金宝以为床榻，使大神圣住在世间，以此床榻而供养之，敬恒沙劫灭度之后，为一一佛各起塔庙，亦如江河沙不可计议。为一一佛所起塔庙七宝合成，大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极高巍巍，集于上界三十三天。一一塔庙所供养盖数如江河沙，一百千该诸珍珠冠垂着四面，一千增幡智力诸床亦如江河沙，众宝教室古珠伎乐，一一塔庙数天上柱，珠柱罗列一百千该，而见供养所设如是，依佛世界所兴塔庙，床盖香花如是奉事江河沙劫，若闻是经一记之诵，不怀犹豫，颁宣资阶，依安住名号，福过于彼，并供养吾为天中，能持奉行，不毁禁戒。若有明者闻三昧名，得见诸佛如江河沙，亦能恭敬消息成事，诸两足胜威神无极，讲说经典常无放逸，无数一劫未曾忘失，岂有曾见过去世侯为说尊经书意道王，是等来世闻之乃悦，速从世尊更以起受，弃捐结往侠会之垢，除诸恶行，如粪不净，出于贪欲，名曰有目，习要闲居，常无驰骋，其人本在维耶离城，已曾闻佛说是经时，自归如来即见宝网，于末世中乃持是经，如我所教为弟子，其行尊妙，功德茂盛，悯伤众生，开度诸流，于后末世乃持是经，供养诸佛不可称计，是等之类于后末世乃持佛法，若一千劫静修梵恒，在于世间行不可计，积累功德，于后末世闻此经者，福超于彼，无能限量，起受经典，经思无底，
由诸佛度，不可忌讳，见诸正觉，讲无限法，见阿弥陀阿处如来，其欲读此诸人中，导离垢光焰狮子月英，然后末世当持此经。若复遇见弥勒如来、无垢大圣、狮子应如来，如光明尊亦复如是，然后末世当持佛法，顺如是彼尊妙经典。今者如来为宝网说，自于后世当奉行之，无得助力放逸之地，不毁禁戒，常无放逸，于后世时常奉行之，人寿终时当速往生上方世界无量光明最胜佛度，世界名曰为宝君主。彼寿终已，当久寻待见弥勒正觉。佛说如是，童子宝网、四万亿菩萨、弥勒菩萨等六十亿阿罗汉、九十亿诸天世人、阿须伦，闻佛所说，莫不欢喜，坐离而退。佛说《宝网经》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